曾听过的事，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，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。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，看不至今直到永远，他的大能永不改变。上帝这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，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，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，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。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，亘古至今直到永远，他的大能永不改变。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，亘